小月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。怎么了？你的？大姐过几天要出趟远门，你的小孩子想到我们这里也玩几天。我是跟她说再考虑考虑。这有什么好考虑的？我们家里也难得热闹热闹呀。多的是轻松，你小孩子吵起来，到时候有的你头痛的。他们也难得到舅舅家来，以后长大了，你让他们来，他们还不愿意来。等一下，二姐的小孩又要送过来，这一块小孩子哪管得牢哦。没事的，那我先去给姐姐打个电话，你们等一下这小孩不送过来。给我带着微笑的嘴角和眼眸。给我你灿烂无比的初春和深秋，给我你雕琢的天真和自由。哎呀，晨晨，你们要在这里好好听舅舅舅妈的话啊！对，错了，所有。那这几天真的是要麻烦你嘞，我忙完了，我尽量早点过来接他们。没关系的，就是家里多两双筷子。这是衣服，这点水果你拿着，一定要放冰箱里面啊，放起来，省得坏掉。你快进门啊！好，那我就先走了啊。好，拜拜。就这样白了你们两个饿不饿？要不要秀秀给你烧点吃的？我不想吃，我也想来一个手机。手机有什么好玩的？人家眼睛都看瞎掉。小时候你也别玩了，赶紧手机收起来，跟舅妈一起去田里晒太阳。哎，这副什么样子啊？快点过来，快点！给我你带着微笑的嘴角和眼眸，给我你灿烂无比的初春和深秋，给你雕琢的天真和自由，给我你最最珍贵所有的。走了，我们回家了。小兰在哪儿？给你我义无反顾的长长和久久，给我你多年以后的握紧的手。我来啦，前面你来，我来啦。我没来过。牵着会不会就这样白了头？没有，知道了没有？带了一天小孩了，累不累啊？累，就是两个人吵了一天，一下子这个生气，一下子那个生气，一转眼两个人又和好了。小孩子。Thank you.